旁边的车。哇，在抢别人车吗你？啊，死路死三把，不，马路死三把。上车。哎，什么烂线上模式嘛，真的是。我们二星了啦。线上模式的确比较鸡巴。哇，糟糕！可是我是觉得他读档也读太慢了吧？对啊，我就是不喜欢他这一点。我又没有邀请你，你为什么会来？难道不行吗？不要，但是我没看到啊，我没看到其他的。哎，我是不是看到你？笑什么？这是谁啊？好呀，我想说我怎么会被撞？走开！真可爱你啊！好呀！你真撞欸，来了，上车。好，想追到我那个吗？哇，一来就跳狗嘞！哇，很多有小姐。我要逃了，来追我啊！来追你。等一下，我开着烂车也想追人。这烂车那么烂。开着破铜烂铁，哎呦，飙得蛮快的嘛，破铜烂铁飙这么快。很会哦，很会哦。很快哦！哇！靠腰嘞！妈的！你看我的车，你看我的车，快看不到了，掉下来了。我现在过去看，你等我，不要动，慢叮当。7000块可以买车吗？不行。那可以买枪吗？可以买。被撞啊！啊！被撞！哎，看我的车，快点，快点！情盖啊！对啊，啊正常啦。等一下，你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哇，小姐，你怎么长，长得像原始人？把你砍下来。哇，小姐，你准哦，你长得很漂亮呢。我是真的。靠背。哎呦，你下车啦？他跳车。看到车就叫高潮。你们确定？好，那这边有一台，是我的，我刚看到。干真贱呢！哪里还有？上车，带你去找。上车。这是我跳车的代价。撞他！撞他！追我啊！你把他撞飞。好。再给我敲啊！妈的，撞我还打我，是不是男人啊？一点都不绅士，还推我。你打太丑，快甩子的，乐死的，穿。哇，凶哦！我为什么突然就被警察追了？因为打人啊！屁啦，我就踹拉两下就饿死。踹拉两下？你确定只有两下吗？靠，死了！哇靠，你死了！被警察射死。太嫩了。扣了66块，妈，警察敢拦我，操，滚开！现在我有手枪哦，有手枪。哎，小姐在干嘛？上车。啊，你的车嘞？没了。没了？为什么没了？死掉就没了。可怜。你在干嘛？摔给你死，这个弱智，弱智喜憨妹。我要抢别人的车。哇，在抢别人的车吗你？哇！啊，死路死三把，马路死三把。他妈，这死马路三宝，这跳车吧你哈！哈哈哈哈哈！真的没说准哦！哇，你挂在我的引擎盖上面，哇，这女的，跳吧跳吧跳吧！
欸，警察自己来撞我，结果我星星增加是怎么回事？那你抢他的车？就是这样霸道啊，他就这样霸道啊。太恶劣了吧！撞你还更加通气你？对，更加通气嘛，见鬼了！他撞我还不撞他？北七不是要找到我了吗？还没啊，我都已经看到你的点在附近出现了，你还跟我讲还没？还没啊？他是撞你啊！我赶快去找车绕跑，老子杀你到天涯海角！干，不公平！我现在开的是烂车，你刚已经被警察他妈的一直搞，不然他妈你哪对得到我？我有跟你们在一起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为什么？等一下哦，我现在被警察缠上了。为什么大家都被警察通缉了？我们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吗？就你们欠通缉啊！哪像我良好公民，假善跟警察绝缘，假善。你小二是走卡紧呢，你小二是走卡紧呢。妈的，是北京的，我还没换到这里。等等等，跑很快吗你？你可以啊，安逸一下吗？谁要让你安逸啊？妈的发卡，妈的发卡！啊，让我先安逸一下吧。啊、我是于世无争的良好公民啊。开的好像是 Lexus 啊、哦，是不是？还是什么、啊？尾巴看起来有点像。于世无争的良好公民，不能这样子，小心点，我叫警察来揍你。干，来，来，走个紧的啊，塞个紧的，兄弟。别气啊你！被我盯上了就逃不掉了，跟你讲。老子杀你到天涯海角啊！你心刚到的几狼啊？因为您的谁啊？江什么？江家龙还江什么龙？江什么龙？江什么龙？谢龙介啦，江家龙。谢龙介啊！谢龙介改叫江家龙。喂，卖呢吗？你滚！叫你滚！听到没？我给你机会再找一台车。好，讲到。来啦，别想射进来啦、啊、来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车？两车。你别想射进来。哇！给我机会找台车了，等等，说给我机会找车了。你说给我机会找车了，不是上那批。好，不是这台。没有，看附近都没车哎、欸。哇！哎、欸，干嘛、啊？谁叫你？谁叫你好像想上我的车？没有，你过来。你过来。为什么要我过去？哎，我射不到你哦。来射。你在给我射吗你？你那什么烂车啊！操！我偷走你的钱！哎，你只掉五十块，这烂货！哎，干五十块就有了，就好了。来啦，上车啦！上车啦！你要带我去哪里？我去接他们。好，我上车。快！哎，为什么不能抢你的车啊？做梦！不要做梦了，兄弟！为什么？啊，你的阴毛我都看过了。好，交给你，那我去拉一下屎。开了一台很像他的车。很像发车。这到底什么车子啊？他妈怎么可以这样开？屌吧！你越野车，越野车是不是？看这警察。不是，这都是什么？哎，哇！开到海里面，差点抛锚。碎啦，哥哥，我是车神，你不知道吗？哇，车神哦！哇，这个死女人去哪了？上车，丑女！上车，快点！地震兽，这好丑哦！怎么可以丑成这样子？跟你有的拼！他这防弹车太猛了。你还想用你的小小的小、啊啊、小牙签弄我啊？你、欸、干！我有拿狙击枪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小牙签。小牙签、啊。我现在在车里不能射警察、啊。你狙击枪就是比较长的小牙签而已、啊。哎、欸，小牙签！到底是哪个猪啊？有个小牙签。这个女人就是蠢得像头猪哎！上车了，上车！快！哇！你为什么可以一直卡这种？屌！对啊，哎，干你也太会惹事了吧！就你们一直开枪啊！没叫你们在开枪！哇，好多警察！哇！哎，对吧？干，我们是逃命的鸳鸯大盗。超多警察的！哎，你这是防弹玻璃是不是？所以你完全不用怕警察。老子全车防弹，老子硬得像手机。太弱了吧？怎么才三颗星？目标是五颗星哎，怎样才可以到五颗星啊？等一下教你们，老子现在就是要凑满你们来弄五颗星。我想去剪头发。啊？没时间，林北现在在逃亡啊，空气中大家都进不去。到了，哎呦，那么大的风哦！来，要上我这。好。你们在哪？黄色，黄色哦，不错哦。上我车啊，要不然你们被打爆啊！上我车，
那我要下车了。上车，上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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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车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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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Come on Come on Come on， 丑女快上，丑女快点，丑女走。过来啦，妈，你那辆车挡不住了。丑女现在应该被通缉吧？丑女。哎呀，这次被打爆，过来上我车，上车，上我车。你快点来啊！哦，流一堆血。他的跳车都很猛的，都不停车的。OK OK， 好，现在你们射警察。那你不要动，不然你一直动我瞄不到。好。可是我没有枪，我没有子弹。你不要动，你不是防弹玻璃吗？杀了一个。我杀的啦，四星的，来啦，教你们什么叫做五星通气。来，等下就真的完蛋了，带你们去玩更嗨的，给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五星通气。What are you doing？ 其实我们要去抢飞机了吗？好好好，走啊，你都抢。嗯，这里有一台，哪里哪里？这边了，左边。哎，飞机走。下车，要吗？好了，车给你们开了，我走了。再见。哎，不要挡路，不要挡路，一起。怎么上去？哎，为什么只有你可以走？怎么上去？妈的，飞机啊！我要死掉了。